세 손으로기 캔콘 먹침 앙 회의빈스에 以后啊，咱在地的乡亲士大哦，啊，佮咱的迄、那个，或者关注国姓呀，哦，以后啊，佮咱这个，迄、那个我专上吼，专上专任的嘉义地区的书记大哥石罗啊吼，啊，感谢佮就是咱今仔日落雨天啊，吼，落雨天啊，竟然佮有遮济的乡亲，来甲咱支持，其实非常的感动吼。哦甲安慰啊！今仔日我阁有一件任务，即我家己迄个认真讨论一本册，叫做《富城彩绘》，陈玉芳。哦，啊，这本册是头家写，毋是我查来的。哦，我个人的心愿，希望今仔日，因为我来遮无感觉人的迄个啥，迄个做场地费啦。好、哦，所以讲我希望讲这本我要甲杀出。迄、那个阿蛋嘞，当然我袂使签我的名，因为这是迄个李医生的作品，他研究的作品。啊，你这样当签单玉芳？你是要讲我笑？单玉芳伊本身伫咱台南古城，比包括台湾地本身伊的迄个历史地位足高的，包括伊的迄个美术艺术的地位嘛非常清高吼。伊的作品内底伫台湾嘛，讲单玉芳吼。知影讲内底有伊的物件，佫会使甲拆掉的，咱大家绝对爱来遐甲拍布条啊，甲学落甲放头，讲恭喜恁佫毁掉一座非常有历史的、有价值的古董。哦，啊当然啦，去的时阵绝对人请咱食肉包的。哦，即个直接互恁大家等下再甲看卖啊，互恁看卖啊。定价吼，定价是安尼，啊若要买，绝对还佫加两成。因为安尼，咱对咱的国姓兄吼，才袂死伊的咧吼。咱今仔日废话少谈，就直接进入话题。你讲的是啥物？台湾寺庙建筑办演变，其实我算唔是科班的，吼，只是讲咱着爱看册吼，爱看庙，啊有怎看看，淡薄拢有通讲的，拢有淡薄仔心得啦。从这家小整理起来，你甲安尼家回顾吼。即、这个对日本人要来到台湾，包括哦日本人来，伊个有一寡影像留落来，为的是伊迄个清朝伫大正年间，大正嘛，大概跟民国同年吼，为、哦、的是大概民国前几年那时候开始留下影像，伊一直来到大正，啊，到昭和的时阵，有一寡出版品会去引用着，所以讲我是安那讲讲，伊个在相片吼，伊内底在描画，它可以达到百年的艺术级。在民国，在迄个明治44年的时阵，北港朝天宫伊翻修，吼、哦，啊，伫伊为翻修，伊是照迄个古样落去做的，吼、哦，伊无将伊定改建，吼、哦，伊原来是安那，干修理厝顶啊是啥物安尼尔，用修迄、那个局部的整修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伊在影像留落来了，咱就看到讲，像在伫号称百年。哦，号称100年的这些建筑，图像可能勉强还可以看得过来。啊，过来个镇澳，哦，开始大张灯的翻修，哦，啊，为的是对参政本来无庙嘛，爱加算讲，加伫公布了后才开始个起庙，所以伊会去会出来就讲，怎啊起的，啊是迄个孔斯拉布的，哦，落去起的，啊，过来到落尾都即20年来。用咱即卖咧讲咧，就是台湾落订单，安尼起庙吼，毋是像古早三五栋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三五七栋啦，细间个三栋起会起来，啊，若大间个可能爱起20栋，啊，即卖吼凑一两栋就起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来顺地基塔好势了后，啊，木头灌灌咧吼，啊，即卖可能开始规组起来搭搭咧，吼、哦，高子规组起来搭，啊，再迄、那个基督教堡。规组摕来斗，用什么？用螺丝，用空气枪拍拍钉钉的。哦，啊，过来外面在，哦，像在壁，伊全用菜刀就放，啊是迄个红宝石的吼，就放浮雕，斗斗咧一顶庙就好啊。哦，甚至到慢慢彩绘，啊，真良师傅把包起来，唔免出去做工课啊，没有他们工作的机会。啊，所以像这种的庙，安尼安定了，咱就发现讲，咱敢若
咱台湾人的这种水准吼，伫某一部分咱一直伫咧进步，啊，搁伫另外某一部分，咱敢好像慢慢的在退缩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今仔日来遮，咱一定要给咱家己一点掌声嘛。下来遮看，再绝对水准都足快的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咱多欢迎咱的迄个嘉宾进来吼、哦。好，这个头一张，就讲完了吼。第二张，一百年前的庙大概可能生做安怎，可能会长成这个样子。你当时的北港朝天宫正边还未起起来。哦，因为这是翻拍的，看不出来。啊，但是这个看，哦，这个作者看起来讲很空。这张是台南市庙民间内底的插图，下底是写德兴宫啊。哦，虎尾分虎尾街德兴宫，但是这个我个人存疑。虽然我是虎尾人，虽然我是王爷公的地主吼，啊，不过对这张图，我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印证。哦，伊这确定就是德兴宫，哦，但是这个我们就把它拿来当做参考就好了，哦。啊？老婆婆嘛，一间哦。所以啊，有不同的讲法，我都把它就把它类参考，因为这种物件的应用，我是小心到不能再小心了，哦，因为我注意，就一点鸟也可以提。好，下一张。为了讲，咱台湾有一个民主现象吼，咱落来讲吼，阮一间庙开台妈祖，啊无，阮一间就是开基的祖师，迄、那个荷兰人来存阮就有啊，哦，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跟他推翻的吼，哦，有一间开台，另外就有一间开基的，等下再出一间，我是开山妈祖。大家都讲会便宜的，但是我们尊重民俗，我们尊重各地乡亲，哈，来讲入境随俗嘛，哦。无论人讲安那，我绝对是，咱下妈做上天上灵感，因为我来拢开灯，我还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我差不多第几个？但是你要真的要严肃来讨论的时候，我会小小的会丢一个小小的砖头过去给他。请你把你们庙里面的重要的转折点的文物，我要看到墙壁上面的，或者是在头卡打垒这个所在，我要见得到，我就相信你，我相信你能找到四十年前的文物，哦，你有一支石条了，哦，啊，然后你会当阁找到一支七十年前的完工，那个完工。哦，的目标，甚至于你可以找一块一百年前的那个人工那个玻璃灰也好，还是讲那个煎灰的那个灰啊碗，也没有关系。你可能干那那个灰的吼，灰的像在跳起来这吼，你规尾龙内底，伊就干那这个身躯只有得一撮，那个日本式的那种碗灰，伊若有法度加大你只，伊比我看，我这个是一百年前留落来的这个碗灰。迄、那个龙的龙心，迄龙人，阮就是阮还庙的时阵，特别请师傅将迄个旧的迄尾龙的顶冠海碗杯啊，放落来了后，佮念做起的。只要他能够告诉我这样的一个证据，我就相信他是全台湾第一老的妈祖庙。因为在文物，他有这个证据来说服，来替他的主人说服。所有的人，那假如没有呢？我还是一样，那你妈说不高兴呢。因为我来的时候呢，那油顶安仔住去，大行都有，妈说不兴，我就能，我最多我只能讲这样。好，哦，好，我们下一个。好，哦，有台湾有这个物件，其实咱每一天都踩在这个时代的巨轮在转。十年前，咱唔知影讲，咱无法度想象讲吼，你今仔日竟然五十岁以上的，他们都会跑到网络上跟大家，跟大家在那里互动，讲出来，吼，哦，你看这阮孙呐，哦，你看，啊，这阮啥人呐？十年前，咱无法度想象讲，在咱在网络上，因有法度去
使用的服务，完全想象不到，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，时代一直在变，建筑食衣住行全部都在变，变得最让人家会感觉到会措手不及的，我觉得庙宇的建筑，庙宇的建筑，我觉得它隐含的是一个文化，文化它一个副载体，文化的载体，信用是风俗，民俗那是软体，三年应该一遍公准，五年要定一届，还是讲十二年就爱有一个大考呢？时间一个到，咱就会想要去做一寡代志，咱无代志，唔知影进前，进前迄年是，迄个考年是对一阵在做，不过咱知影讲，时间一个到，咱阵就爱开始准备大人个，就会可能爱饲一寡精神啊，还是讲爱欠钱啦，因为爱请人客，顶头来爱拉炮，上好咱放三十万，咱上好嘛放咧。三千块嘛，吼、哦，要办一个啊景。咱的方式是安尼在走，啊，伫硬体的部分，伫四十年前，咱台湾呐，像咧起庙的时阵，伊尽量会当留一寡先民用落来，留落来，可能是龙雕，可能是迄、个石狮，吼、哦，甚至甲伊会将对洛江人寄付的一对迄个石雕，伊会甲伊用伫咧新庙内底。他当作他的那个，我刚讲文物，重要文物的一个表征，很奇，已经不一样了。咱稍等下，来一顶背后大家看什么？这边这间原来是北港朝天宫，咱拄啊看到这尔，伊落尾要加起一层出来。根据文献的讲法，本来三川原来要起，有人出来挡。讲你莫去了，你搁去了的时，你完全你就无顾差唔多。台湾上旺的妈祖庙，现时伊讲上旺的，伊讲伊历史上吼，伊所讲的，村的其他的所在，上济是提出不同的东西来，想跟他对分庭抗礼而已，有没有办法反驳他？没办法反驳他。有一些文献，他在翻出来，等于是色狼，谁出来挑衅他吼？那么，伊拢卖叮当了，伊慢慢出来甲人争，愈大个越伤愈深，那个叫反作用力。因为他的那个，他的气度，还有他的历史底蕴，包括伊个身贵的迄种王姓，伊是对日本李清朝的心就卖讲啊，日本时代。纵贯线开通的时阵，是由着迄当时的铁路局，铁路局甲在迄个各地方的迄种通抢的，通迄个啥，迄个五分啊火车的迄、那个，因遐因大家做伙来联合吼，推出一个，只要讲要去北港挂香，就拍折，团购还有优惠，团购还有优惠，这个在我们的那个《日日新报》里面。有很多记录，非常多非常多的记录哈，所以伊安尼一路请请请下来，那讲请到两条桥，走上咱北港妈祖庙安尼。啊，我刚好是，好加再讲这个北港妈祖庙，最后吼，伊伫昆林甲家己在两个都阿咧打火的时阵啊，他最后归入云林县，所以我还能够沾光。但是以前，因为咱这个昆林家己吼，他实际上。从虎尾溪以南，虎尾溪不是现在的虎尾溪，有可能广义的虎尾溪、浊水溪在那边哈、哦，它是整个浊水溪以南全部都是属于朱鲁嘉义这边的，好、哦，所以基本上咱拢讲种样，咱嘉义、甲云林，咱拢家己人啊，咱拢真正家己人，吼、哦，无分例外，所以这个北港妈祖庙伊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，啊，因为咱就看到一寡坊间的一些在争取开台第一庙、第一妈祖庙啊，它有一些考据啦、啊，还有一些文件出来。问题是，话都大声，有声无息。因为有其他的那个部分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啦，吼、哦，咱就请一个专家来讲，因为迄不是我的专门科吼。好，咱即马再讲倒转来，北港朝天宫重建之后的样子是
这个样子，啊、哦，然后我们这里要谈什么？我们刚刚谈的这些，实际上也代表我心目中我的一个文化图像。我的文化图像可以包括生态，可以包括地理人文，当然我也可以说，鹿港的那个乌鸦，那也是我的文化图像。但是我用的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庙宇，所以八杠妈祖庙也等同于是我的文化图像。当我去找到我自己的家乡的一个文化代表的时候，我可以用八杠妈祖庙，哦，你怎样？我知道，我就是迄个乡、迄个、迄、迄管区的人。他们就哦，云林哦，对，云林人，这个就我用它来代表，来替我讲话。那个之前跟大可能跟大家分享过一句话，李前朗跟我们上完课之后，我就问他，兴冲冲的跑去问他，老师，你讲那个台湾哈，那个昆林，哎、欸，有那么多古迹嘛？哦，我昆林啦，昆林够多钱？啊，云林没有古迹。他是这样回答我，我那时候也不会想到说没有啊，他刚德天宫那时候已经名列国定古迹了。但是我想不起来 那句话来回答他。这个相形之下，我就觉得我要如何让这些这样的一个东西变成我自己的文化图像，然后让我产生一份文化自信。我有了我有自己的文化自信的时候，那这样子当别人在讨论我的家乡一些状况的时候，我可以站出来讲说，你们所看到是报章媒体的报道，那我身为哪里的人，我们那里的民风民情怎么样？他说文林出罗摩，不会啊，你看我敢有成罗摩鬼，那做罗摩我无成，吼、哦、啊云林啊什么病死猪拢对文林出来，后影，阮那边遐总讲有头台，我嘛未甲你讲啊，啊问题阮那边食嘛是还阁外只嘛，啊但是我要讲的是，身为我们云林的一个文化图像，我可以。因为这个样子凝聚出我有一个文化的自信，我在某些时刻我可以替我的家乡讲出我在地人的一个心声出来。好，好，这个跳过，你玩的最大，那么旁边不会，啊，我这不会再提个人，再来再再有人倒霉没有？这个。咱台湾在地这一百年发生什么代志？这个很多了啦，所以我相信大家拢讲得出来，拢背得出来吼。发生什么代志会造成一挂人？有一挂人，就有一些人待遇较特殊吼，他不会写少数人。有一挂人，伊无想要搁再去保留一挂传统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。这间庙，大中和天宫，这个是书上它印的了哈、哦。它的古葬可能是百年前的样子，有可能会是这样。伊这个是单檐，一个檐柱顶尔，伊无它这个重檐呐。啊，这个有一个名称叫太子楼。恩波比较形象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太珠楼这个名词啦，哈、哦，在学术界目前有争议，目前有争议哈、哦。那个我不引用，直接引用太子楼，但是我不反对各位使用哈、哦。这个重檐，它不是重檐，它是只有单檐。中间有小块塔，它关一出啦，哦，顶关中一间有无哈？中间间会看起来干哪？顶关感觉起来。比较高耸一点，边啊这哦两边啊四间哦，它给什么？一方面让它的线条看起来更华丽一点，哦，啊伊个在梁哦，这嘛是梁，梁三层楼红飘，大家还记得双龙炒三鲜吗？安尼有一个跳过尔吼，咱是毋是讲双龙炒猪？香龙啊，佮有香龙雕塔嘛，对哇吼。我用国语念的吼，双龙朝珠，双龙朝塔，然后中间是三仙，叫做双龙炒三仙。炒什么三仙？福仙、
后落生，落生受生，好、哦，后落生没有错哈、哦。好，这双龙炒三鲜了。啊，下次假如我们还有机会来第三次哈、哦，讲这个叫做我们通关秘语哈。到时阵爱上一波性节目。咱古早的庙是安尼吼，啊，伊这个双龙朝三仙，过来龙雕起来吼，伊、哦、这花童也是吊篮吼，垂花是吊篮，龙柱一对九腮，看起来是，啊，这个青眼卡，哦，青眼卡有人讲是鸭头，我嘛唔知道是不是这个鸭头，吼、哦，鸭头，伊这物件安尼起来，其实伊它这个没有，看起来它没有。没有东西啦，吼、哦，寿面呢，还有这寿白，石啊石，有的是石头拍的，有的是洗石啊，有的吼、哦、就是简单的尔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规个拢总做好哩，足水的吼，爱钱的。这个钱可不可以省起来？假使咱若是要替人挂庙的人，这条钱咱会使替咱的系统先生甲省起来，这个是可以思考的吼，好、哦。哦跟大家报告，台中和屏东听说也要改建，但是这个只是地方风声出来而已。不过这个就是景区，这个就是景区的。好，这个是啊，这清山宫，清山哎，清山寺哦。啊，那这个刚才是去当时，这是南昆金嘞哈，昆金嘞，那是我在下面对跟大家说抱歉哈，昆金嘞。基本上，它这个结构性，它还是属于泉州西底派的那个木匠师他们的风格。我们要讲的是，一宾馆斋，哦，你在其后哈，阿哥在刀啊，啊、哦、这些斗拱这样下来，它没有什么素材在上面，一波卡出卡新的哈，派卡材昂啊的宾馆，看没有？我等一下不晓得有没有图片哈。哦你若现时所去的历史的庙，你即摆入去甲看吼，同款比较结构。你去的时阵，安尼哇，比咱这厝顶高了。咱这厝顶这算最好看，一起哩吼，八八四。每一个伊这个头只拢改徛身徛茶行啊，现官现兵现将安尼啊，规个拢中间，八八八，可远观，你不要过去很近的去跟他看。你看了你会伤心，因为这边只，即马徛先伫只，稍等下去先，即马即先是徛安尼，等下你搁看过，这边即先伊徛安尼，搁过迄边伊徛安尼，伊就转安尼一路过去，整个里面算起来至少将近看一下三五百个跑不掉，它里面的样式，你认真算一算，可能。不大可能超过二十个样子，二十个，我无甲大家骗，我嘛无甲恁唬啦，吼、哦，咱这毋是唬人做诶嘛吼。好，下一张，像即种诶庙，咱就看见台湾传统诶庙，有诶水水伫倒位，它的气度、宏观，吼、哦，即头前庙埕，当然咱即马看到头前迄是拜殿。一个地底下，你这样感觉它是很舒服的。有的是美在气度，有的美在内涵。内涵是什么？作品的精致度、故事啊、哦，故事你故事本身你在作品，它是有人物个性的。有一些这个《济公传》里面有这一段。好、哦，济公戏秦相有这一段比较冲低，啊、哦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在秦桧还没死之前，他还不是奸臣，要等他死后一百年，岳飞的后代出来帮岳飞翻案，他才变成奸臣。啊、哦，这个历史上面可能我们照正史来看，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。哦那个了哈、哦，当然那个岳飞本来就岳飞跟秦桧啊，听那个神仙故事也是蛮精彩的哈、哦。好，那个叫内涵。再来，陈义峰的太监门神，这应该大家知道这是叨位啊哈？
那唔知影拄啊，迄本册买倒去，来买若无写的时阵，才找医生。医生写啊？医生写。哦，有写吼。哦，你教伊较好，我知啦。我教伊无好个。即身是太监。他去抽。这画师画的，不是小朋友照片个店的，是画书画。比较老的那个，他还在那画白色的东西，用意何在？目前无人知啊。好，你知啊？我知。我想讲，等有空我讲了。哎呀，真真太幸运一切都是缘，都是缘呐，吼，不是缘变的，是缘咯，缘分。一寡物件参咱做伙吼，其实有缘起。缘灭，啊，不过人甲人诶中间，缘是有起无灭。你我伫即个场合，吼，伫即个场合，大家熟悉嘛。经过数十年后，吼，只要咱将即段现实今仔伫即个情景，然后咱当伊甲厝诶人分享，可能咱诶时势会听见，然后将弘扬书房。好、哦，这个改期较足清楚的，7月31日，2013年在讲这个故事，这个情景，你这个氛围，甚至有影像记录，然后我们很难讲说，在几十年后，我们的晚辈他们不会去在某一个时间会碰到，然后因为同样的话题会把这一段故事讲出来，我们没有办法断言说以后的事不会这样发生。所以我才会讲说，人的缘分是无缘起，无缘灭，灭的哈，缘灭的只有你我，但是我们会时间会一直往后跑，咱拢有时势，总共无啊无我的兄弟啊，我们阿哥有孙呐，还是我的朋友啊，在某个时空，我们这个缘分会一直往下走，所以无缘起，无灭，哈，人是缘起不灭。我个人讲的啦吼，因为我唔是咧讲佛经。好，即个一切拢是缘，是安怎讲？物件用会歹，咱即马只有咧讲即个古画要如何维修。较早即个彩绘、配色啊，即王爷讲要大，无面子，咧找两个油漆师傅吼，好过咧顶贵。30年、40年、70年的树砖，安尼全部归零，一个从零岁开始。但是建筑的这些构件，它还是一样有70年。可是古画彩绘的部分，它是最容易就变成零岁的。啊，到晚近这10来20年啊，10几年，大家才开始真正的去从画上面去思考，要如何让它延续。延续他的生命，当然这个目前也都还在实验的阶段。那要讲这个人，这里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？矿物啊，云桥，云桥陈登科，你那一定爱我两毫厘，爱不恁看无？因为他这个现场拍的时候，他已经有那种，一方面已经太过度的。那个褪色了，啊，斑驳掉了，所以这血变得就这样，啊，云桥陈登科，然后这一件作品，你现在你去也找不到。3年前，那个已经有人从这间贵阳做兵油漆了，今嘛变做财神爷了，离岛啦，大北市，进前遐，六百码的红团边啊遐有一间，文财神庙。一关来这是一间祠堂，然后我跟现在他们的负责的这个人，在泡茶，这个老伯送礼工还算不错。我昨天跟他讲，你这间你已经毁掉了一个重要的作品了，而且是整批。好，我不敢让他遗憾了，我唔敢讲。所以你一样的陈登科，有人今麦在找伊作品的根据。生卒年不详，好，这是1930年还是28年的作品，
交合，那交合交合，你跟着就定了。好，以前的。好，还有这个我故意排的哦，不要站在老虎的前面。我在隐喻啊，啊、哦，真话可以讲，但是要找对时机。阿拉伯那个红小红的事情，他不会只是发生这一次。叫人痛心了、啊、但是那个也没办法。当一个组织，当一个次文化它凝聚到变成是一个结构的时候，要讲真话，真的要。然后台湾人，是大人古早啦，讲是谁在做兵的时候都会交代一句话。我小时候的时候听到的，叫因的这个准备在做兵的囡仔吼，爱吃龟挖大，唔茫去挖鱼。我唔对兵的迄东西，上济是一道摕转来，你无得套。这个时阵是还可以跑，较早你连套你都无得套。迄两年国家下啊，迄三年国家下啊，做有转来感谢新兵啊，做无转来的时阵无法度缘分浅，连苦苦你都变什么样？好，所以现在刚好这个时代，所以记得。不要站在老虎的前面，所以这家伙我条件要坑精品，这是磨挖脚外的钢块，现在还没有被正式，没有被所谓的官方专家，他跟你公布进攻，这个已经代表了一个某一个时期的重要功法，现在还没有人以挖脚外这个钢块来把一座庙。或者是一座某人住过的房子，把它列为古迹，目前还没有这个案例。但是我们不能够等到人家要拆了才在万期。我们希望说，风还袂细，迄、那个时间还袂到，雨还袂落的时阵，咱就好开始准备一挂插草吼，然后砍树遐。莫等下风台来，再来砍拢袂有啊！哦，我们来看下一张。